这些无人机呢，我们采用的是一个飞翼式布局的这种外形，这种外形的布局呢，这个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个优势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隐身特性比较好，这样的话在战场这个使用的过程中，它的突防能力、生存能力都比较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采用飞翼式布局呢，翼身融合以后，它的气动效率比较高，也就是说它比较可以实现比较好的这种经济飞行。第三个特点呢，它就可以内部的装载容量比较大，可以装更多的一些设备和燃油。